太近啊。弥陀佛。大家请合掌，请合掌。我们一起来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借这个共修的因缘，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大义。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啊，我们一起来指正啊，一起来学习。好，上个星期啊，我已经把我们如是我闻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每一部经典啊，一开端我们就会看到如是我闻这一段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交代阿难尊者在结集经典的时候啊，头一句一开端一定要如是我闻。那上个星期已经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了，哦，所以啊，今天呢，借这个因缘，我们继续来研讨这个《弥陀经》的内的经文。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墨尔本一位同修啊，有一位义工。义工啊，打个电话给师父，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，因为我怕如果大家在我们佛堂如果做义工遇到这样的事情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这老居士啊，他有一天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什么呢？梦到阿弥陀佛开了一个很大的船啊，坐船啊，船，然后呢很多人啊就上船了，然后等到他要上船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就跟他讲，哎，你等下一站啊，你下一站再来啊，先载这些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居士啊，一醒过来啊，心里好难受，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我等下一站呢？这一生能够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一个很好的因缘，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我等下一站再来？所以这个问题啊，问我该怎么办？其实啊，不要执着。
阿弥陀佛要留你下来呀，都是有工作的啊，都是有事情要做的啊，因为你在护法嘛，你是义工，你是护法，你要先帮助这些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哦，到时候呢，时间到了，阿弥陀佛自动会来的，自然会来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。哦，所以师父，我这个环境不行啊，这个环境太诱惑了。那个等一天哦，有时候我们心呢、不小心被诱惑了，这个很难保证啊，师父。啊，没关系了，啊，反正你发心啊，你发愿，阿弥陀佛要你留下来，有一些事情你要去处理，啊，像海贤老和尚，啊，依他的修养，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啊，他为什么要留下来？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呀，啊，所以这个老居士啊，就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还不用执着。阿弥陀佛，我既然说下一站，我们就下一站。啊，这个是一位啊墨尔本的一位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呢，啊，我就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梦见了，这种事情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你要很清楚、很明白的。如果阿弥陀佛说你等下一站，你就跟阿弥陀佛说不要，我今天马上跟你走，记得你不要等到下一站，我怕以后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哦，你要坚定的心，我坚持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这一生我不要再等了，我这一生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你这种心呐、啊，坚持，什么样的动摇都不会来干扰的。啊，这个心态啊，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啊？那些梦中里面呢，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下一站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现在马上去。哦，你要这样讲哦。所以啊，这个老居士啊，很执着，啊，心里啊很担心。所以啊，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，我常常啊告诉这些老同修。你们真的想要修行，真正想要用功的话哦，今天师父跟你分享啊，你真想要用功，你想要得到一种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你千万不要太过于执着，对一切事、一切人、一切物。不要太执着，放得越多，心呐、啊、会清越清净啊。你越执着，那心呐、啊、越不清净。所以你今天想要真正想要用功的啊，你能够放得下的，尽量去放，越放越多，心呐、啊、越来越清净。那心越清净啊，你会跟你的自信啊会走越来越接近。这个是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真正想要用功的话，啊，千万不要过于执着。所以那个《华严经》叫做《华严观》里面，自信清净圆明体嘛，你心越清净，你跟你的自信也会走越接近了。所以关键在我们有没有执着。有没有放下？你能够越放越多，你的心越未来越来越清净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你今天想要念佛得力，你想要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出三界，能够亲见阿弥陀佛，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，在心地上里面。你能够越放下越多，你的心跟阿弥陀佛越来越接近了，越来越近了啊！哎，我们今天呢，还有执着，还放不下，每一件事、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都非常的计较
处处的计较，啊，那你跟阿弥陀佛啊越来越远。这个是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啊分享。如果你们想要真正用功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能够越放下越多，你的心啊真的越清净。这个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，啊，这个是简单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，就是衣食。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把这个衣食的意思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那我在这里啊再提醒啊我们大家，为什么我们佛的经典呢是用衣食来记载呢？为什么不用这个用年呢、啊、用夜用日来记载呢？比方说我们出生了到这个人间啊，会记载啊哪一年你出生的，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间出生，或者国家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，它会以年月日来作为记载。那为什么我们佛经里面用衣食来做记载呢？啊，我上一次啊已经跟大家讲过，这个科学家已经为我们证明了，也为我们说明了，讲清楚了。其实啊，这个时间跟空间呢、啊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，它是一个抽象。这个抽象的意思都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大家必须要知道的，这个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，它只是一个抽象的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讲，我用一个比方啊，催眠这个事情，一个人啊，比如说我们被催眠啊，催眠，有时候这一两个小时啊，你可以有时候会回到过去。这个三四的过去生哦，你过去是做什么？你是做什么官啊？你在做什么样的，生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什么样的家庭？他能够把这个事情，把它拉到过去两三世的过去，催眠的能力有这个呀。甚至有时候能够把我们拉到哪里？到天堂，有时候到地狱。种种的状况都能够把我们作用的境界，所以证明这个时间跟空间它不是假的。所以佛经里面为什么用衣食来做记载呢？那衣食的意思是什么？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衣食的意思啊，就是因为有感应道交，有感应，师子道合，就是老师跟学生啊，这个缘已经成熟了。所以的解释这个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的根性，我们的机缘已经成熟了。啊，众生听这一部经，能够相信，能信，能愿，能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才会讲这一部经。如果机缘不成熟的话呢，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讲这一部经。为什么？因为讲也白讲的啊。所以衣食用的是真的。为什么叫做真的呢？我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种境界的话，达到那种定功禅定了，你可以回去到3000年前佛在极速极故度缘讲这一部经，而且你能够机会也参加这个法会，这个就是意识，这个就是感应的意思。
所以用一时呢，用得非常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机会，而且非常的殊胜。什么机会呢？你能够参与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而84000法门，特别是讲净土法门，你有这个能力参与这个法会。只要你达到这个一心不乱，这个就是一时。这个是不是真的呢？这个是真的啊！只要你达到这个境界，这个就是一时。你因为你跟佛达到了一种感应道交的道理，你跟诸佛如来已经产生了感应道交。哦，所以众生佛就是一的，它没有区别。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？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来看隋唐的时代，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。他智者大师一生就是专修什么《法华经》啊，专攻《法华经》的，专弘《法华经》的。你看哦，他有一天呢，读到这个药王品的时候。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他就入定了。啊，入定呢，在定中啊，智者大师看见什么？看见了灵鹫山。而在灵鹫山呢，释迦牟尼佛刚好在灵鹫山在讲这一部《法华经》。那智者大师啊，自己本身又参加了一会，听了这一段经文。听了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，亲自来参与的，这个就是感应道教的。哦，所以初定之后呢，就告诉大家，佛讲《法华经》这一会啊，还没有散呢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佛经用一时来记载，就是要来为我们说明，只要你能够跟诸佛感应道交，你就有能力回到过去。所以现在科学家说明啊，如果我们有一种能力超过时光的速度，你就可以回到过去，回到未来，回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你都有能力参加这个法会，像智者大师这个因缘，这个就是一时。哦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哎。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达到这种境界，产生跟佛、诸佛如来感应道交的话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眼前。阿弥陀佛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你的眼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的波动越来越少，你的心的定越来越高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，连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子都没有？不要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子，连阿弥陀佛我们也不知道。什么原因呢？是什么问题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检讨的。人家为什么能够跟诸佛如来产生感应道交？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？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你想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真正来用功，那你对这个世间，你要越少执着，越多的放下，对你的心越来越清净。它的秘诀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在佛经用一时来作为记载，不用某一年、某日、某夜，
的原因道理就是在这里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你有这个机会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，培养产生感应道交这个道理，啊，这个意思的用意呀、啊，就是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佛经啊用意识的记载的啊，我们啊应该会明白，就是师之道合，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道理就是在这里啊。这个啊，这个用简单把这个意识啊，这个字面上的内容的意思啊。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佛啊，这个佛是指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他是主角。那释迦牟尼佛在哪里讲这一部经呢？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，尊总啊，我们来看。下面的经文，那释迦牟尼佛在哪里讲这一部经呢？啊，我们继续来研讨啊，在舍卫国祇树几孤都园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这个地方讲这一部经啊。所以在这个六种成就里面，它属于第五种，就是处，就是处成就啊，就是佛在这个地方宣说这一部经。那佛为什么会在舍卫国讲这一部经？这个舍卫国的表法是什么啊？我们来看它的解释，来说明这个国家是代表什么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啊，而且啊住了一段时间，可以说啊住得很长，安居将近20年。啊，这个国家在印度，啊是什么样的国家？好，我们来看，舍卫国是古印度，就是古印度话。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就是梵文呐、啊，就梵语。那翻成中文呢，叫做文物的意思。啊，文就是多文，物是物质。啊，指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。啊，如果你读到舍卫国，这个舍卫国的表法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了。啊。文是指这个地方啊，很多很多人才，哦，很多人才，而且呢，不但人才很多，又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文化水平很高，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啊，就是在这个都市的人呢、啊，很多几乎都是有人才的，啊，非常有学问的，所谓的人才辈出啊，文风鼎盛，这个叫做文。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啊，开放人家移民进来，为什么要开放人家移民进来？目的就是要取人才嘛，啊，就为什么取人才，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来为人民，啊，为这些国家能够来服务，啊，带这个国家能够好的方向走，啊，就是人才啊。但是人才如果没有道德，也没能够来破坏这个国家，啊，所以这个文呐、啊、的意思就是这一个。那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物啊，就是讲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这个物产啊很丰富，精神、物质、文明都非常的殊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经济很发达，
哦，经济很发达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物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。那在这个都市啊，佛当年呐，在这个地方讲经啊，都是很出名的都市，所以用这个都市来做代表这个国家。因为社会国是一个都市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。它的国家是什么？我们来看，它的国家名叫乔萨罗国。啊，乔萨罗国，它国家的名字叫乔萨罗国，像我们澳大利亚这样。啊，这个社会国呢，为什么来作为社会国？因为把就是。来代表这个国家，就好像我们啊，比如说雪梨代表澳大利亚，啊，像我们比方说北京啊代表国内，台北啊代表台湾，啊，像我们印尼雅加达啊代表印度尼西亚，就是以这个大都市、这个大城市啊来代表这个国家。其实它的国家的名字啊叫焦萨罗国。佛啊，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，住了很久。那舍卫国，那为什么这个吉数几孤都远？这个把舍卫国啊，简单跟大家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吉数几孤都远。这个奇数是为我们表法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而且讲了啊将近20年？他表法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这个奇数几孤都远啊，是一个花园，它是一个花园，在舍卫国当中，它是一个花园。而这个花园呢，用了两个人的名字，这个花园呢，就用了这个两个人的名字来为这个花园取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花园有两个大功德主，而所奉献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他有两个大功德主，而所奉献、而所供养的。那这两位功德主是谁呢？第一个叫做奇树，为什么叫会称为叫奇树呢？奇是谁？奇是指奇陀太子。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。奇陀太子啊，是这个舍卫国的一个王太子他供养什么呢？他供养树林这个树，整个花园的树林呢，就是奇陀太子而供养的，所以称为奇树。那怎么说法呢？下面会跟大家把这个故事啊，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称为奇树？这个有一点特别哦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王太子啊，因为他的身份很高啊，地位很高哦，所以把他的名字啊放在前面，叫做奇树。像师傅以前呢，有遇到一个地方啊，他们呢。这个要做法会，这个谁供养最大的啊，排第一，供养最少的啊，排最后。哦，这个我们佛法没有这个样子的有时候人说师父，我今天供养100万，你要把我名字排在前面，我什么样事情都要第一的，
这个是不行的啊，我们要供养布施要虔诚呐，恭敬心。但是这个乞陀太子不是因为他的要求，为什么要放在前面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的身份很高，他是这个王太子，地位很高，很特别，所以把他放在前面，一种恭敬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大功德主。那第二个的大功德主是谁呢？就是几孤都。啊，大家如果有听过了，我们呢、当做一种温习一下。那几孤都，他的本名不是几孤都，他的本名叫须达多。须达多，他是一位长者，在这个国家也是一位大臣。甚至于在这个国家，在这个社会国啊，可以说啊是最富裕的，啊，就是最有钱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跟这个王太子啊就比较低，所以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，所以叫做祇树几孤都园。哦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他们两个人共同发心来布施这个场地，请佛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。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排下来的，不是因为他布施很多钱或者布施很大的一些财物，不是，是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。那为什么称为几孤都呢？为什么在这一部经不称为祇树须达多呢？就是为了一种教义，一种表法。因为啊，这个须达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啊，他一生呢，都是喜欢照顾那些老人，没有能力的。经济有问题的，或者那些孤儿，啊，没办法读书，没办法生活，啊，父母不要的，所以把他们照顾，啊，建立一个老人院呐、孤儿院，啊，在这个社会国非常的照顾这些孤儿，非常照顾这些老人，所以大家称为叫做几孤都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哦，所以我们每一次要读这个经典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经典里面的内容是讲什么，它都有表法的，我们不能看它表面上的意思，它的内容的很深的道理都是教导我们。啊，为什么不放须达多？为什么放几孤独？就是表法告诉我们。我们做人除了赚钱发达或者种种的事情，但是还有更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做，帮助那些人需要帮助的，爱护那一些人需要爱护的，不要常常去伤害、批评、计较，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所以几孤独的表法是一个美好的，所以你看几孤独。因为他供养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现在在多帅天，死了以后往生在多帅天，现在在多帅天，你想一想，多帅天的一天，我们人间400年，寿命4000岁，佛教距离我们现在才2500多年，须达多就是几孤独，现在在多帅天享福，还不到7天呢。我们都已经经过2000多年，已经经过几世了，已经转世几世了，他还在多帅天享福啊！那个福报有多大？很大的福报哎！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劝导我们去天界享福，因为天界也就是无常的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啊，须达多。那我们今天来讲。来跟大家说明，
须达多为什么以什么样的因缘啊，请佛到这个极速极苦都园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呢？其实啊，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在想啊，请佛陀到这个舍卫国来讲经。但是如果请佛一个人很容易啊，但是佛他有常随弟子啊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，他有1255个人，就是跟着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，这么一个大的团体，那一个一定要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场地，如果没有大的场地呀，那就没办法啊。像我们要做法会，做30系列。你想要没有做一个很大的场地，你没办法容纳很多人呐。啊，像我们马来西亚，每一年做30系列，将近有1万多个人嘞。马来西亚吉隆坡那个人呐，人山人海太多了。啊，像新加坡每一年做30系列，一次来参加就是7000-8000人，你想那个规模很大，你没有一个大的场地，你容纳不下。所以这个须达多啊，这个吉咕多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团体，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场地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去找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啊，不能距离市区太近，也不能距离这个市区太远。像我们现在建道场喜欢在市区，为什么？方便嘛，交通嘛。但是过去呀，在佛陀时代。这个极速极孤都远啊，在想啊，因为如果太接近这个市区呢，哎，会干扰，太远，释迦牟尼佛出去托钵又很难，所以不远也不近，这个地方要在哪里找呢？要去哪里找？又找不到，但是因为他的虔诚的恭敬心，没想到有人跟他讲。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花园，而这个花园非常适合。哦，能够买起来是最好，但是太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花园是太子的，哦，他王太子啊，不缺钱也不缺什么，不缺穿也不缺吃，他干嘛要把这个花园卖掉呢？所以这个须达多，这个几速几孤达，这个几孤都啊。就硬着头啊，去见这个王太子，就跟王太子讲：“你把这个花园供养给我，卖给我，你要开多少钱，我帮你买。”但是这个王太子不缺钱，他没有意思要卖给他，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：“好，你既然要买我这个花园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能够把这个花园铺满这个金，我就卖给你。”把金铺满的，把整个花园哦，用这个金铺满哦，我就把这个花园卖给你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刁难呐、啊，刁难谁呢？刁难几孤都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几孤都啊就答应他，好，既然你出这个条件，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金块全部拿出来，来铺这个花园。没想到他真的去做，做了一半的时候啊，有人跟这个王太子报告，哎，这个几孤都都已经把这个花园铺满了一半了，铺满一半了。这个王太子说：“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啊！哎，去看一看，哎，真的是真的。”所以这个王太子啊，很奇怪啊，就问这个几孤都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热心啊？你请的人是谁呢？”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发心来供养他呢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几孤都才跟王太子讲，他是佛陀，是一个明心见性，是一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一个明了的一个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跟他讲一些佛陀的事情，没想到这个王太子啊，听到佛这个几孤都讲这样佛陀的介绍，他心里想：哎，我想也要来布施了。啊，既然呢，供佛福报这么大，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。
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。哦，所以这个须达多啊，哎，这个王太子啊，就跟这个吉古都啊说啊，那我也可以参加一份嘛。吉古都怎么说？嗯，sorry 啊，对不起哈、啊，我不用你参加啊。既然你提出这个条件啊，布满整个花园这个金，我有能力，所以我不需要你来参与。这个是吉古都很有勇气的哦，你看哦，很霸道的哦。哦，你看你平时王太子，既然你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啊，提出这个条件，我已经把这个条件做好了。我也不需要你来供养。哦，所以有时候啊，像师傅有时候啊，比方说要买一个佛像，啊，有一个居士说，师傅，这个佛像由我来包，啊，你就不用去啊跟人家啊这个接受别人家的供养啊。全部由我来包起来，那这个不行啊！要给大家机会嘛，啊，你想供养，大家也要想供养啊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啊，这个吉咕嘟啊，就跟这个王太子啊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不要你，我一个人足够了。哦，这个王太子啊，想尽办法，怎么样来争取这个机会？他就告诉这个吉咕嘟啊，好。既然你不给我机会，我就给你看。怎么做法呢？这个王太子啊，就跟吉咕嘟说啊，既然你不给我供养，那这个花园的树我通通把它砍掉。哦，这个王太子哦，没不死心呐、啊，啊，想尽办法来争取。哦，看你这个花园啊，如果没有树啊。成不成像花园吗？那这个吉咕嘟也没办法，奇怪，有花园没有树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哦，所以不得已哦，同意他啊，接受他的供养。所以在佛经里面叫做祇树，因为这个树是祇陀太子供养的啊。这个花园是谁供养？就是吉咕嘟啊，就是吉咕嘟园来供养的。这个来历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个吉数吉咕嘟，就是这两位大功德主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教导众生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安居了将近20年，道理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你当你读到这个吉数。几孤都，你就知道它的来历啊，就是代表这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两个大功德主而所供养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几孤都啊，在这个兜率天啊，在享福，这个啊，我们所讲的，种什么样的因，都有什么样的果报。这个就是舍卫国吉数吉故多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，来这个法会当中，那这个法会当中哪一些人来参加呢？哦，来参加这个法会的，当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。哪一些来参与这个法会？啊，我们来看经文。第一个的呢是讲雨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是。啊，经文我们就念到这里。来参加这个法会呢，第一个排第一的，排第一排的，就是佛的弟子，都是常随弟子。那有多少呢？有1255人。哦，
这个有1255人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有些撮数啊，就称为叫1250个人。其实啊，它是1255个人啊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大比丘僧。在这一部经啊，我们必须要注意，要留意一下。一般的比丘啊，是小乘出家众的。一般的啊，一般的比丘。但是啊，参与这一部经的呢，那不是小比丘了，那不是普通的比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大字，叫做大比丘，可见得啊，这不是小乘的比丘，而且是大乘比丘，是学习大乘的佛法，所以可以说这个不是普通的，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比丘，而且他们呢、啊。都是古佛那一些大菩萨来代表的，所以等一下下面会跟我们介绍1255个人，从舍利佛到下面最后会跟大家说明，而1255个人以16位大弟子来代表，而这个代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代表我们，劝导我们，你要相信。他为什么排第一？他表法什么呢？这表法劝信，你要相信，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的有阿弥陀佛。而且这16位大比丘，以代表1255个人，都是大家也知道，不是普通的比丘，都是古佛再来的。他不是普通人。今生视线在这个印度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，都有殊胜的专长啊，都有很大的因缘，下面会跟大家说明。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比丘的意思啊，你看到比丘，这比丘表法什么？我们一定要知道哦，看到一个法师，看到一个比丘，啊，他是表法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怎么说法呢？我们呢、啊，明天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，继续来解释，把这个大比丘内容的意思啊，作为一个简单的说明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看到了出家人他是表法什么哦？为什么我们对三宝有恭敬？因为他有表法。看到有一个比丘，这个比丘是一个梵语啊，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都有表法的啊，所以出家不容易呀、啊！啊，他是因为续佛慧命。所以啊，看到法师，不管他有修或者没有修，你一定要恭敬他，因为他是一个福田。那什么福田呢？哎，明天早上啊，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啊，今天呢、啊，我就讲到这里啊。啊，这个把依时佛在奇树几故都园做一个。字面上的简单报告啊，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啊，请大家多多啊来指正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啊，将来呀、啊、同生极乐国啊。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啊，祝大家啊法体安康，祝大家啊老实念佛啊，将来我们发愿同生极乐国啊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我们一起来回向。这个大家念自己的名字啊，难得一起来回向。弟子学悟，至诚恭敬，愿以此诵经念佛功德，回向累劫冤亲债主，广生西方极乐净土，回向师父上人上净下空，法体安康。回向师父上人上定下圣长老，法体安康。回向雪梨晋中学会四众弟子，回向澳大利亚国泰民安，回向世界和平，大灾化小，小灾化无，回向许和德居士，回向洪英福居士，回向王玲、蔡水花居士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向世界各地疫情早日化解，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因疫情而生病的众生早日康复，因疫情而罹难的众生早日超生净土，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谢谢大家啊，我们明天见啊！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